到彈一聲之後先至擰過去，就已經見到個的士撐咗上嚟。佢做咗應該六七個，但係佢睇力有啲，因為就係鬆手咗，但係可能六個都唔夠。朝早十点几，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门外一架的士铲上行人路，附近大厦的天眼影到，当时有十几人在路边等紧过马路，突然一架红的铲上行人路，先是撞到一个穿着黑色衫的男人，他飞弹跌坐在地上面，的士再向前撞到多个人，全部铲上车头，再跌在地下，并推跌其他途人，多名的途人上前协助。司机之后落车，但就先检查的士。再睇伤者情况。71岁姓刘的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他说事发嗰阵有人冲出马路。有人衝出馬路，我車得唔切，就扭太撞啦，扭太上嚟啦，太咁高。即係人衝出馬路，人衝燈。係啊。啊，當時你係綠燈定係紅燈？我加綠燈啦，我行緊車啦，綠燈啦。有冇嚇架當時？有嚇。有嚇。事件中有多人受傷，其中四人送院治理，當中包括長者。ONTV 東盟電視新聞台報導。十岁，大家仲记唔记得自己嗰阵系咩样呢？但同一个年纪，出身武术家族嘅何希彤，已经喺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拎到棍术冠军。年纪最细嘅世界冠军，东望梗系即刻揾呢个武术家族做翻个独家专访，等大家可以认识希彤呢个小妹妹。爸爸系何敬德，世界锦标赛、东亚运嘅男拳、男棍冠军。妈妈就是罗雅青，拿过世界锦标赛的剑术、棍术冠军，听到都觉得劲了啩。但妈妈竟然不想个女学武术，为什么呢？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她要做武术这一行，因为我自己是很抗拒她做这一行的，因为我自己和爸爸都是在武术运动这样出来的，一路走过这么多艰苦的日子，知道走这一条路的辛苦，还有我们两个都受过伤，都做过手术，都知道是不容易。妈妈其实仲好想见到女女可以做个斯文嘅女仔，所以细个都安排咗好多嘢俾佢学噶。细个有跳芭蕾舞、拉丁舞、钢琴，同埋嗰个行 catwalk。我都唔知道，因为脚好痛啊，同埋即系觉得都冇乜好玩咯，即系武术吸引我多啲。两岁就开始睇爸爸教小朋友。之后又跟住妈咪去体院训练，加上有武术这个基因，希彤其实小时候已经爱上这个运动，还遗传了爸爸妈妈的好棍法。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咪如果想练功夫，后来就去玩，刚好在小学里面就给他玩，那他就自己喜欢了，现在喜欢了就大了，就没得撤退了，他就真的很专注地去做了，就发觉原来之前那两三个月的什么钢琴、芭蕾舞都是浪费时间。但小朋友始终都是小朋友，希彤私底下一样是可爱贪玩的小女。我喜欢玩之前在兴奖牌的 Pokemon Go 的，Pokemon Go 就可以跑下步，又走下路，适合即是肥的人士减肥。在我们比赛那里捉了一只澳洲限定的 Mr. Mime。仲有仲有啊，希彤同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好鍾意食雪糕，亦同一般女仔一样又贪靓又鍾意 selfie。四年由初学者去到世界冠军，但妈妈罗雅青从来都冇諗过要俾压力女女。我就始终係觉得佢自然，既然佢鍾意啦，我哋就去支持佢。咁如果佢真係唔鍾意啦，我都不会话逼佢，因为我都想佢开开心心咁去做，我都想佢由真系用心咁去做。不过希彤自己竟然有个远大嘅目标啊！我就想青出于蓝嚟挑战爹哋妈咪，咁挑战咗妈咪先，因为妈咪打长拳，咁我如果打篮拳，咁咪好着手。系喎，咁又系喎，咁跟住再挑战。爹哋，
呢个太因为打篮球。十岁就找到自己的挚爱，加上有爸爸妈妈的支持，相信希同之后一定会有更加好的成绩为港争光。 ONTV 东网电视体育台报道。咁呢啲公仔几多钱只啊？5蚊啊，都好抵哦。多唔多人买啊？咁你嗰阵时喺边度学噶？夜幕低垂，昏黄的街灯下面有一个沉默寡言、低头不断制作面粉公仔的伯伯。这个伯伯30年来每晚都会在土瓜湾开档，用平平无奇的面粉变出一条条色彩斑斓的热带鱼。街坊无人不知道他是谁，但亦从来无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比他少都屌啊！佢咁有幾有志氣啊！人哋比他少都唔少，我親自攞兩次佢都唔開啲。天氣變凍，寒風刺骨，伯伯嘅衣衫單薄，更加有一層又一層縫補過嘅痕跡。一個麵粉公仔價值只有5蚊，伯伯都話只可以揾餐晏，但咁多年嚟佢都冇放棄，堅持守護呢一門手藝。而且独孤一味只是做鱼形的公仔，就算客人加钱要求他做其他造型，他都不会答应。伯伯每晚收档之后，只是在街上的一角露宿，知识其力的他毫无怨言，靠一对手建造自己的志气人生。志气未必可以当饭食，但至少赚到其他人的赞赏。我觉得很美，同埋好欣赏他呢、这个年纪仲咁有心思，同埋可以自己靠自己去搵钱。或者对伯伯嚟讲，人情同埋捐献未必系最好嘅支持，反而用5蚊买一个面粉公仔，先系对佢志气最大嘅认同。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一到秋冬，凉风吹送，好多人都会去露营，但未必人人都懂得揀适当的露营产品，而造成浪费。有13年露营经验的罗宝文就说，过往曾经见过有不少的露营人士因为揀错营具而浪费了很多有用的物资。例如香港天气潮湿，如果不善保养，以最安之制成的帐篷就好易会溶。他又说，有露营人士只是在乎设备价钱的高低，以为越贵越好，但其实只是好看不好用。所以他用皮革制作了露营产品，希望藉此宣扬环保意识。现在的人 很喜欢买东西，很喜欢换东西，所以想 DIY 是真的做他们自己适合他们自己用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希望令到物品可以长寿一点。星期六起，一连两日的下午，在荔枝角会举行一个秋季环保市集，有兴趣进行环保露营的朋友就记得不要错过了。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大埔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架跑车在怀疑失控撞栏，打白鸽转之后才停低，车头严重毁烂，挡风玻璃爆裂，车入面一个乘客的头部受伤，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交由救护车送院抢救。事发星期五深夜11点几，涉事的跑车沿住丁角路往大美督方向行驶，经过太平工业中心对开一个弯位的时候出事，涉事跑车的司机没事，自行爬出车厢。在现场接受查问期间，警方发现行车证过期，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拘捕个司机。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全港唯一 3D 主题大埔潮人热点，过百型格汤号，大
日子。似飛機咩？有啲人會覺得渣咗少少咯。嗰、那個 3D 嗰啲影相位，我初頭我嚟見睇呢度，我以為佢係有一個地方咧係做 3D 嗰啲咁啊影畫嗰啲咁嘅嘢咧，咁啊吸引好多人嚟啊，咁我先至租呢個地方。即係我哋都有聽到有啲人話：，誒唔好行上去啦，花碌碌一陣跌親啊咁樣。顧客唔敢行上嚟，商場就水盡鵝飛。排單張、搞 event， 通通做齊，不過效果就淨係可以 cover 鋪租咯，即係比出邊嚟講就平咯，但係冇生意幾平都冇用，出去翻工啊，即係耐唔耐出去做 part time 咯，如果唔係邊度夠交租啊？另一個位於荃灣嘅湯場全立方，唔玩 3D 玩邊科？迷宮，講呢度係迷宮，揾唔到路出嘅。我哋親身試玩。结果行嚟行去都是行回去骨头路。虽然管理公司加了指示牌，但是仍然摆脱不到玩密室逃脱的感觉。啲客上嚟有时都觉得上得嚟唔识得出去，所以住埋工咁样咯。其实住荃湾区的人都不知道呢度有。做生意的门口太小了，啲人行过了看不到你的门口的。这类以年青包装作为招来的汤场，过去几年不断出现，深受小业主欢迎。他就宁愿去尽量发展，去汤汤汤汤汤开小，去能够找到最能够找到的客人回来就做卖了他。在这个小业主分散的情况下，他们做几样东西是做不到的，但最重要的是那个商场的那个推广同埋管理呢兩度，湯場嚟講咧，喺頭一段時間根本做唔起個勢啊！雖然近年有湯場胎死腹中，亦都錄得銀主盤賤價蝕讓，但許志文話：只要業主肯齊心經營賣點，亦都有望成為成功嘅例子。東網電視記者謝欣賢、鍾曉林報導。辣椒激好锡女朋友卢仲之就系人都知噶啦，呢日倾仔 Instagram 上载女朋友都最卖萌嘅相，再加多句 sweet 爆嘅说话。如果你唔系预备好，任何时间讲对唔住，千祈唔好谂住结婚。But I'm ready， 大大路一生一世。哇，阿倾讲到 I'm ready， 仲要听埋女朋友讲一生一世，似乎已经求婚成功。如果真嘅话，真系要讲翻句恭喜晒。近日林马斯被传被江湖人士包养，仲被人话同经理人兼绯闻男友密会。呢日阿 Grace 现身尖沙咀出席卖旗活动，受访嗰阵仲向传媒派发两份声明，一齐听下阿 Grace 亲身为呢件事解话。其实嗰个人啊，都系个江湖人士，我系识得一个朋友嚟嘅，咁我哋好多 event 都撞过嘅。咁但係就宏武電影公司呢其實就唔屬於佢嘅。宏武電影公司淨係我認識得嗰一個老闆，就叫馬天樂先生。咁所以其實一路雜誌話佢係有份係幕後老闆，加上串連到係包養我，咁呢個已經係唔係事實嚟嘅。咁到我喺車廂嘅嘢，咁其實當時其實我一路都解釋過，就係、是、我心情唔好，咁馬天樂先生就安慰我，咁跟住就摸面嗰啲就就係、是、因為我流緊眼淚，我喊，所以佢幫我抹眼淚。咁烏低身嗰兩分鐘啦，其實兩分鐘係雜誌寫嘅，其實幾多分鐘幾耐根本佢有佢讲，咁我自己执电话用咗几耐，我冇计嗰时，系啦，所以咁样。即系净系执电话啫。我落去执电话嘅，咁时间方面嘅，佢要点样写？就算唔系两分钟写我几多分钟，我都冇办法。跟住到唔喺香港啦，话去咗越南。其实之前我系去咗上海先嘅，跟住我转飞，因为我自己搵飞噶嘛，去嗰阵时咁翻嚟系同我老板一齐翻嚟嘅。因為我哋係有一啲嘅project 喺嗰邊傾緊嘅，但係問題上喺越南傾緊，但係問題上嗰一刻我不能夠透露，因為依個係公司機密。
会唔会有可能？我要同公司再進一步嗱，聲明我暫時發咗先嘅。咁好坦白，自己入面好多嘢，我哋都公司所有嘢，我哋有證明噶嘛，有註冊有聲明，咁都知道係造假啦，都唔係事實嘅真相啦。唔好話造假，係唔係事實嘅真相啦？咁我睇下遲啲，我再同公司商量，睇下會有咩情況，再有咩行動。咁會有啲避，會好避忌啊！而家即係公司老闆嚟見面啦。都唔會啊！佢而家都喺度，因為佢係我經理人，亦都係我公司 partner。咁我覺得佢需要喺度嘅，因為佢要喺度去我係佢 artist， 佢係我經理人，佢一定要嚟 take care 我同埋嚟 support 我。咁所以我覺得唔需要話刻意點樣避忌咯。我覺得我哋又冇乜特別，冇乜嘢。宇宙最强甄子丹有份参演的荷里活电影《侠盗一号：星球大战外传》下个月正式公映，相关的宣传亦都已经揭开序幕。在戏里面饰演盲眼武士智印贤的子丹，今朝早以一身黑皮褛的打扮汇合白兵团，在湾仔五星酒店里面会见来自东南亚的新闻界，更加摆出酷爆的 pose 俾大家影相添。而子丹在戏里面的造型人像亦都同场出现，相当抢镜噶。电影公司方面更加在现场摆放了黑白兵团造型甜品，是不是好得意好想吃呢？至于子丹的老婆汪思思呢，就全程陪住老公认真 sweet 爆啊。今年春天 Rebecca、Jason 和 Patrick 分别展开了徒步环台湾的旅程，期间他们都被台湾朋友问到为什么香港人都喜欢环游台湾而不是香港，这番说话令到三人重新思考了旅游的意义，后来还促成了好好行香港的念头，希望透过步行重新了解这个慢慢变得陌生的城市。我们就在两个月之间去 plan 路线啦，那也都计划了两个礼拜内行得最远的距离啦，包括香港、九龙、新界和离岛这样咯。好好行香港由尖沙咀出发，首先到了青衣，再经过元朗、粉岭、大埔和西贡，之后再过海去到香港岛和离岛，期间除了坐船是没有乘搭任何交通工具的，只是凭着双脚走遍整个香港。14日的行程难免会遇上各种的难题，但每次都有好心人提供帮助，令他们感受到久违了的人情味。而最令他们深刻的呢，就是下伯尼村民的热情招待了，不单止准备了晚饭，还为他们提供过夜的地方。原来香港都可以好有人情味的，原来我们都可以在陌生人我们屋企里面去过夜，亦都可以被陌生人去到招待，在一个咁靓嘅地方里面去到睇到咁靓嘅风景。咁所以我觉得香港系一个有人情味嘅地方嚟嘅。除了了解我城，他们都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旅程宣扬环保概念，所以呢他们都为旅程定下了多个目标，例如旅程中是不会购买任何樽装或者罐装的饮品，或者到海滩清理垃圾等等。我们为了推崇环保啦，咁我哋就个旅程都希望减少买樽装水啊、罐装饮品，咁我哋咧就去希望去啲餐厅或者公共设施嘅服务嘅地方可以斟水啦。咁其实香港都有啲手机应用程式都提供咗啲地方可以斟水嘅，咁我哋都试过啦。咁另外我哋会帶番簡，咁就希望可以減少對環境嘅破壞。咁其實簡易咧，嗰啲起泡劑咧，就對海面會產生一個破壞啦，令海洋生物會缺氧，咁令到生態會唔好啦。咁我哋就每人都自備咗一個番簡去沖涼嗰時候咧，就減少對環境嘅破壞嘅。好好行香港是三个人的梦想，为了将这个梦想延续，他们透过步行进行了筹款。就我们今次呢是为一个机构叫做 Make a Reach 愿望成真基金来筹款的。这个机构呢是主要帮助一些患重病的儿童啦，去到实践他们的梦想啦。那为什么为这个机构筹款呢？因为我们今次出发其实都是为了完成一个我们的梦想，所以我们很想去支持一个同样是为梦想的机构来筹款。那我们都很希望藉着今次的行动，不单只是帮助到一些重病的儿童，亦都可以去鼓励到香港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可以去想象一下究竟他们可以去做些什么事呢，可不可以去到实践他们的梦想，令到他们的人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可能呢？那这个都是我们今次很想带出的一个信息。
就已經見到個的士撐咗上嚟。我覺得佢做嘅應該6-7個，但係佢睇有啲因為就係中走咗，但可能6個都係。朝早10:00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门外，一架的士铲上行人路，附近大厦的天眼影到，当时有10多人在路边等紧过马路，突然一架红的铲上行人路，先是撞到一个穿着黑色衫的男人，他飞弹跌坐在地上面，的士再向前撞到多个人，全部铲上车头，再跌在地下，并推跌其他途人，多名的途人上前协助。司机之后落车，但就先检查的士。再睇伤者情况。71岁姓刘的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他说事发嗰阵有人冲出马路。有人冲出马路，我车得唔掂就。扭太撞了，扭太上嚟啦，太高。即系人冲出马路，有人冲灯。系啊。当时你系绿灯定系红灯？我加绿灯啦，我行紧车加绿灯啦。有冇吓噶当时？有吓。事件中有多人受伤，其中4人送院治理，当中包括长者。ONTV 东盟电视新闻台报道。10岁，大家仲记唔记得自己嗰阵系咩样呢？但同一个年纪出身武术家族嘅何希同，已经喺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拎到棍术冠军。年纪最细嘅世界冠军，东望梗系即刻揾呢个武术家族做翻个独家专访，等大家可以认识希同呢个小妹妹。爸爸系何敬德，世界锦标赛、东亚运嘅男拳、男棍冠军。妈妈就是罗雅青，拿过世界锦标赛的剑术、棍术冠军，听到都觉得劲了啩。但妈妈竟然不想个女儿学武术，为什么呢？其实我完全没想过她要做武术这一行，因为我自己是很抗拒她做我这一行的，因为我自己和爸爸都是在武术运动这样出来的，一路走过这么多艰苦的日子，知道走这一条路的辛苦，还有我们两个都受过伤，都做过手术，都知道是不容易。妈妈其实仲好想见到女女可以做个斯文嘅女仔，所以细个都安排咗好多嘢俾佢学噶。细个有跳芭蕾舞、拉丁舞、钢琴，同埋嗰个行剧舞。我都唔知道，因为脚好痛啊，同埋即系觉得都冇乜好玩咯，即系武术吸引我多啲。2岁就开始睇爸爸教小朋友。之后又跟住妈咪去体院训练，加上有武术这个基因，希同其实小个已经爱上这个运动，还遗传了爸爸妈妈的好棍法。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咪如果想